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GamePHK 嘅影路攻略。咁呢关就系挑战模式嘅第56关，完成条件咧就系一次连击入边完成三次嘅空中攻击同埋 long range hit 啦。咁样咧呢个其实都唔难嘅，只需要四个陷阱加埋一个场景陷阱电椅就做到。咁就大家可以参考学校嘅方法啦。魔神之拳本身就已经可以完成到一个 long range hit 加空中击嘅。咁就 set 嘅位置就好似 set 我而家呢个位置就会易中啲。如果唔系你引起上嚟就会比较麻烦。咁佢打嘅时候咧，个敌人系会移动到三格嘅。咁因为呢度嘅距离比较远，咁顺序出晒啲武器之后咧，咁就完成噶啦。